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89面。好，大家请坐。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唐海东元宵寺于游心安乐道曰：“无量寿经设三倍音，上倍之中设有五句。”一者舍家立欲而作沙门，此显发起正因方便；二者发菩提心是名正因。我们前面呢学习到此地，我们再往下面看。三者专念彼佛，是名修观。这个观呢，就是念。我们一般人讲观念，我们六道凡夫观念错了，看错了，也念错了。都是念观念当中啊，不知道诸法实相啊，不晓得一切法的真相。头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执着这个身生活啊，从这一错啊，就错到底了，一切都错了。佛在经论上在在处处都告诉我们，身不生活，修行要从破我执下手也就是真正了解身不生活，我们就不会为这个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招来三途地狱的苦报，这真叫冤枉不能怪别人，是怪自己观念错误了所以要把这个观念修正过来要相信佛的话是真的，对佛菩萨、对经典呢，千万不要怀疑怀疑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可是我们看看这个世间看看六道里面的众生，哪一个不是执着身生活呢？通通都是这样的执着现在我们晓得全都错了他要能够把这个观念修正过来，他就不再流道了，就超越流道了堕落在六道里面都是这个错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可不知道的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我的是我所有的，不是我
啊，像衣服，大家知道，衣服不生活，衣服生活的，我的衣服，啊，衣服不生活，啊，生有生死，诸位要晓得，我没有生死啊。啊，那么什么是我呢？有很多人认为呀，灵魂是我，这灵魂不死啊，啊，生死了，灵魂在呀。啊，你看看这本书上所写的，啊，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啊，这个是古罗马的。一支军队很庞大，有10万多人，啊，全部死在中国。2100年前，他们的灵魂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甘肃一个妇女身上，啊，把他们2100年前的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没死啊！啊，他们自己现在知道错了，真错了，啊，受许多的苦难，啊，在轨道啊，做游魂呢。啊，就是孤魂野鬼，没有地方居住，到处流浪，啊，找不到东西吃，啊，这个经这部书里头写得很好，啊，最后遇到一位菩萨来帮助他，我们想这个菩萨应该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现在这一批鬼全都学佛了。啊，听说有少数人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念佛了，啊，知道净土法门，知道阿弥陀佛。啊，那灵魂是不是我呢？佛在经上告诉我，灵魂是一个迷惑颠倒的我，啊，不能说他不是我，但是他迷了，他没有智慧，有智慧就不会迷惑了，就不会在六道里头再去投胎，再去搞冤冤相报，啊，不会干这个傻事了，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灵性生活，啊，灵魂觉悟了，就不叫灵魂，就叫灵性了。灵性生活，灵性不生不灭啊！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啊，性是什么样子？他向任和尚的报告。第一个，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永远没有染污。啊，我们今天讲染污，佛经上后头有个字，染污意。啊，也就是说，阿赖耶、摩那、意识都会有染污，灵性不染污。啊，灵性是真心，是真火。啊，阿赖耶是假的，是妄心，是假火，不是真火。啊，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要恢复正念，把真我找到，这用什么方法呢？
净宗这个方法非常之妙，就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呢？哦，经上讲了，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佛，他叫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了？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如果从理上来讲，从自性上来讲，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完全是梵语，印度文。要是把它翻成中国意思，诸位就明白了。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佛梵作具。完全照中国字来翻，这个名号是无量具。无量具，无量具是自性啊。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无量具。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诸佛他的通号，他的总号就叫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是阿弥陀佛，他无量具吗？我们也是无量具，我们现在迷了，我们是迷惑颠倒的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完全觉悟的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生佛不二，性相一体。这跟你讲真话了，这个一点不假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明了，自己要珍惜，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返望归真。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发心去做佛，跟本经前面阿舍王子，你看多可爱呀！阿舍王子这一般人，年轻人。听佛讲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他们就发心。个个发心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这一批年轻人起心动念还没说出来，阿弥陀佛就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佛有他心通就知道对他们赞叹，为他们受记。我们今天在这里发心，阿弥陀佛知道了，本寺释迦牟尼佛也知道了，他也给我们受记。我们自己迷惑颠倒，妄心里面充满了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佛虽然赞叹我们，为我们受记，我们没有感觉。我们知道佛肯定赞叹，肯定给我们受记。这个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只是我们自己业障重，没有感受到。所以修观呢是真修真修行呢。第四呢，做诸功德，是名起行。此观行即为作业。这是圆晓师说的。做诸功德，凡是好事都要做。
啊，什么叫好事呢？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利益众生一定要想到众生现前的利益，将来也得利益，来生后世也得利益，这叫真的利益。如果是眼前的利益，来生不得利益，这就不是真实利益。啊，譬如他今天的财富，这是今生的，啊，得到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啊，现在可以享受，死了之后一分钱带不走，啊，说不定来生还要堕落，啊，现前得利益，来生不得利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实利益。啊，诸佛菩萨给众生的利益，他不会给你这一生的利益，实际上是真正给你利益。啊，这一生，这个身体肉身在呀，能吃饱，能穿暖，啊，日子过和平平常常能多过去，这就好了。你还要多的干什么？啊，不必要多啊。啊，这一生就照顾到你了。来生后世的大利益啊，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你在极乐世界一生就圆满成佛了，这是究竟圆满的利益，这个要懂啊。啊，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个生活实在讲苦一点好啊，佛常常教给我们以苦为师，为什么？因为生活有一点苦，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如果生活过得太舒服了，你留恋这个地方，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那你就真的错了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他把物质生活完全放下了。啊，释迦佛所有财产都在身上，多少东西啊？3亿1钵，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啊，除这个之外一无所有啊！啊，吃饭到外面偷钵，晚上睡觉的时候树下打个盹儿。不是过一天两天的，一年两年不是的，一辈子过这个生活。啊，从19岁出家，离开家庭，就过这样的生活。79岁圆寂，啊，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啊，一无所有。啊，那他做诸功德。他做什么功德？每一天讲经教学就是他做诸功德，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大功德了。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是真正觉悟来的。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就得教学。啊，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叫佛事啊。佛经上讲的佛事，这就叫佛事。佛干的事情。啊，佛的事业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圆小师一念佛，啊，以这个观行
都是属于足业。此说未稳呢、就是不妥当，迁移于民众章编制，这个地方不再多说了。我们中国古大德，像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念佛是正业，正坐双修嘛，这是正修。那坐修呢？坐修还是念佛。正坐全是念佛。正坐怎么分呢？正是定课，或是早晚课诵，或是每一天定，规定我一定要念几千遍，这定课。除定课之外，一切时一切处，通通都在念佛。有需要用思考问思考的，你就把念佛放下，你就好好去处理事情。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接着就念，这叫善课，就是助念。正助全是念佛。这才叫一向转念呢、那个也是一心转念。也可以说一个方向转念。我一生走的这个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的目标就是亲近阿弥陀佛。除此之外全放下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了，这就对了。这个人这一生决定得生。没有不得生的。最后这一条呢，愿生彼国。这一共五条啊，最后这一条是愿，前面四条都是行，行愿合乎，乃得生国，就决定得生了。这个袁小师也讲得不错。袁小师唐朝人，海东是现在的韩国。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大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上是讲上面这一段。起信论，这个起信论是无量寿经起信论，不是大乘起信论，无量寿经起信论，彭继清居士造的。一出家了为净土真言。这起信论上说的。袁小师呢，以出家为显法正因之方便。两种说法大同小异。黄念老居士说，后说教文。袁小师讲的这个好像更妥当一点，讲得更好。是这以出家为显法正因的方便。若兼究观经，
我们参考《观无量寿经》啊，《观经》上在上三品啊没说出家，中品上生有修行注解，中品中生里面有说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居足戒，啊，该经就是观无量寿经，九品中只有这两品，确执出家，啊，有这个文字，啊，其他的七品里面没有提到出家。啊，所以黄念老说元宵是以出家为显发真因的方便。啊，他说这句话说得很妥当。但本经泛指，啊，无量寿经跟观经上讲的恰恰相反，啊，为什么呢？观经九品前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相当于无量寿经讲的上辈。无量寿经上辈就讲到出家，观经的时候上三品没有讲到出家，啊，中辈才讲到出家。啊，中辈呢，我们本经中辈呢，这不能行作沙门，那就是没出家了。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和观经讲的不一样啊！啊，底下这就是说明了，盖众生机缘无量差异，因地修行呢万别千殊啊！这就是我们叫千差万别啊！啊，人人有异，个个不同。啊，概括而粗分备品，略显微次。啊，这是一定要晓得。啊，佛是笼统概括而言，没有细说。啊，略显微次。啊，切思，这个切是黄念老自己谦虚。啊，就是我想应病于药，随即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教学他有对象。观经是以维提西夫人为对象，啊，讲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大会里头有大比丘一万二千人，有比丘尼五千人，啊，跟观无量寿经那个场合因缘完全不相同。啊，佛应机说法嘛，听众根基不一样啊，佛讲的就不一样，不相同了。啊，像大夫治病一样，他是什么病，得给他开什么药。所以，不能拘于一个。死于俱下，
那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佛说法的意思了。啊，该经济上说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意也。凡夫习气很重，要研究，要追根究底。啊，这个态度正不正确呢？不能说不正确，也不能说你完全正确。啊，为什么？过分的执着就变成了障碍。啊，大而化之，反而容易开悟。诸葛亮都说：“不求甚解，只观其大义。”啊，这是他读书的方法。有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追根到底。啊，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他是不是真的清楚明白了？问题很大。啊，到一个阶段，自己以为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如果再往前进啊，真的，一切法其深无底呀、啊，任何一法。真正会学的、善学的，是要得定，是要开智慧，这叫善学。啊，坚固的执着障碍得定，啊，分别也是障碍得定。啊，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就很容易入定。定中境界现前，好啊，因为那是限量境界，你亲自看到，啊，你亲自接触到，没有一法不通达明了。啊，古人求学，重在开悟。啊，今人求学，重在广学多闻，路子走的不一样。古人有智慧，现在人有常识，啊，有知识，有知识没智慧。啊，古人有知识，智慧，智慧里头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为什么呢？智慧的心是清净的，知识的心是浮动的、浮躁的，不一样。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知识解决问题，后遗症一大堆，很可怕。中国古时候做大事业的人心清净啊，智慧决断了啊，谁的事情做得好，做得恰当啊，现在没有了啊，随着社会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想得很好，结果做出来之后变样子，再变质。啊，智慧的处理永远不会变。
啊，这是智慧跟知识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学佛要学智慧，一定要想得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就是规矩，守规矩。啊，不要乱来。啊，不要标新立异。遵守啊，古人佛菩萨的老办法。这个老办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用这个办法成就的，得定开慧。我们今天想一套新的方法，老方法不要了，新方法试验，试验100次、1000次，都出毛病。那我们就真正想到了古人了不起，古人的方法传千年传万年，永远不变，永远不出毛病。啊，你不遵守他的办法，你就会出毛病。为什么？古人的方法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古人的方法是真实智慧。啊，像我们这部经上讲3个真实，这不得了啊！啊，真实之际就是讲的真如本性。这部经从真如本性里的流出，又回归到真如本性。啊，真实智慧，真实的理，这3种真实啊。啊，你要能不信，想标新立异，我另外想一个方法，你想不出来呀，没有这个能力呀。啊，想出来以为是好方法，啊，做，流弊就出来了，啊，问题都出来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还是古人对的，这不能不佩服。啊，古老的方法，千年万世，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不出毛病啊。啊，这些古圣先贤，啊，升天的升天了，学佛的成佛了，他不再三恶道啊！啊，切记无量寿会，切是念老谦虚啊，就是我计算无量寿法会上，阿难当机啊，并有大比丘12000人，比丘尼500人，如是出家大德，戒因上辈往生，这一点都不错。啊，当年在释迦牟尼佛麾下听讲经的这些人，啊，他们肯定都是上辈往生。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且以本经啊，
乃净土第一经。啊，这是古今大德了共同肯定的。啊，净宗第一经。所示乃正宗典范。典型模范呐、啊，出家修行呢得上辈身，奈何长情？啊，这是应该的。啊，肯定他们是上辈往生，故佛弃此因缘呢，而说上辈身者，出家弃欲而作沙门。所以佛有这些话。啊，至于观经呢，那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大异于世啊，跟无量寿经的语言完全不相同。啊，听众啊，佛讲无量寿经，听众你看看，出家比丘12000人，啊，比丘尼500人，这个法会多殊胜，多庄严。这么多出家人在一起，啊，观经的因缘呢，就是维提西夫人，啊，他带着他的宫女，啊，是这么一群人呐、啊，是在家人呐、啊，啊，维提西夫人遭了难了、啊，啊，儿子。不孝，发起政变，啊，要把他父亲政权推翻，他做国王，啊，他搞政变，啊，所以这个国王是父亲，维提西是他母亲，啊，遭遇到家庭这样的变故。苦不堪言呐、啊！啊，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求释迦牟尼佛救他。啊，当时在佛左右的只有阿难跟目犍连。啊，在佛的左右。啊，设凡诸天呢，虚空羽化了。这些护法人、护法神、啊、在空中、啊、看到维提西夫人请法，世尊为他们开示、啊、欢喜、啊、散花供养。会中呢，唯有阿难摩连示现为比丘，啊，大权示现之比丘，啊，我们知道，阿难跟目犍连，大菩萨再来呀、啊，啊，目犍连久远劫都成佛了，道家慈航，啊，在释迦度化众生的会中。示现作佛的弟子啊，表演的是神通第一啊，阿难表演多闻第一啊，所以他们示现，你看无啊，于无出家之中于此会上当即闻法并上辈往生者，主要是维提西夫人等在家人。这说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应机说法啊，无量寿法会跟这个观经的法会情形完全不一样。啊，古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中呢都没有说出家。
他没出家人吗？为替夫妻妇人跟这个跟他的些侍女，啊，带的些宫女，全都是在家人，没出家人，啊，所以就不说出家了。啊，又观经曰：为替须臾五百侍女，啊，这人数说出来了。啊，说观音这个时候，听众就是维提西夫人带着500宫女。啊，文佛所说啊，啊，夫人给这些宫女听佛说法，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相，啊，就是见到极乐世界广大庄严，啊，得见佛身，见到阿弥陀佛现身，啊，即二菩萨，这个二菩萨是观音是指，啊，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啊，待无生人，这个待就是得道啊，这个很了不起 啊得道无生人，这是说维提西夫人的无生人。通常的无生人呢，是七地菩萨了。啊，《人王经》上说，《无人王经》讲五种人。啊，无生人是高阶菩萨所得到的。啊，七地菩萨下品无生人，八地菩萨中品，九地菩萨上品，他们的无生人，再往上去叫极灭人。啊，十地菩萨下品极灭人，等觉菩萨中品极灭人。啊，妙觉果位那就是佛果了，成佛了。真正成佛了，上品寂灭人，清净寂灭啊，所以无生人是大菩萨，维提西夫人真的了啊，五百侍女跟着他一起啊，他们的善根福德缘分。比不上维提西夫人，那这样看起来，维提西夫人也是再来人，不是凡夫。啊，五百侍女呢，发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这就是五百侍女见佛闻法，发无上菩提心。啊，愿生彼国。啊，世尊悉寂，悉寂即是为他们受寂。啊，完全为这五百侍女受寂，皆当往生。啊，告诉他们，你们将来个个都会往生。啊，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法。无上道心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们就得到诸佛菩萨的现前三昧这是一句笼统的话。为什么五百人个人根性不起，
所以得三昧不一样，但是通通都得三昧。啊，三昧浅深差别不等。啊，这个时候，无量诸天，这个诸天就是先前在散化的，在供养的，这些诸天，啊，他们看到这个状况，也发无上道心，无上道心就菩提心，啊，他们也发菩提心了，啊，可见观经会上啊，当机之众啊，纯是大乘根基。啊，世尊讲《观无量寿经》这一回，啊，这些有缘的听众，啊，五百世女都是大乘根基。为什么呢？听到大乘法，他能信能解，啊，欢喜接受，发愿往生，这是。纯是大乘根器啊，哎，又借势再加法心，这是他们这一群人里头没出家人了。啊，出家人只有释迦牟尼佛的两位师者，阿难、目犍连。啊，其余这个听众全是在家的。啊，在家法心。如是诸人，定可上辈往生。啊，这诸人就不止维提西夫人一个人了。啊，通通都是上辈往生。那上辈往生有三等：上品上生的、上品中生的、上品下生的。啊，都是在。这三品里头，上三品啊，且维提西夫人，悟无生法忍于现世，彼是上品上生极乐佛土。啊，他听了，当时他就悟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先说这个忍字，忍字在此地当作肯定数，同意。啊，佛所讲的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无生的，一切法无生，无生就无灭。啊，一切法不生不灭，他能够承认，能够接受，一点怀疑都没有，这叫无生法忍。这个境界呢，就是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慧能大师开悟是这个境界。啊，在无作会下了，得无生法忍呐。所以他说了：“何其自信，本无生灭。”这就是无生法忍呐。啊，无足一钵马上就传给他。啊，他就成为第六代祖师。啊，所以维提西夫人悟无生法忍于现世现前了，这不是到极乐世界，听佛说法他就得到。
跟那个慧能大师在无著忍和上闻法境界完全相同。那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上品上乘。唯提希乃在家妇女，现身的人，上品往生，足证上品生者，不限于出家之中。这个意思就讲通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复贤净宗妙法，破经规格，至极圆顿，不可思议。净宗妙就妙在此地。它跟其他的84000法门不一样。84000法门那个规格跟净宗不相同。净宗确实至极圆顿。至圆极顿。不可思议。又报恩论中曰：“刘一民三度见佛，一佛首目，自当上品，非出家也。”这是东晋时代，清净初祖慧远大师。在中国，东晋慧远大师最初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宁念佛堂，这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个道场。现在叫东宁寺。刘一民是念佛堂里面的一员，在家居士。这里的有出家有在家，123个人在这念佛了。他们很厉害，进入这个念佛堂就不想出来了，要在这里往生。它外面有个小溪叫湖溪，湖溪为界限，人只能在界限之内，不出界限。大家都发这个心，死心塌地在这里好好的念佛。那个时候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我们知道已经到中国来了，还没有翻成中国文。是梵文，没翻译出来，所以庐山东宁莲社只有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翻译的最早，后汉时候就翻译出来了，按时高翻的，但这个本子失传了，《藏经目录》里的有，这本书没有。刘一民在这个念佛堂念佛，三次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衣服，就披的袈裟了，用袈裟把它盖住，盖在刘一民的身上。阿弥陀佛的手摸他的顶。感应不可思议。
三度见佛了，一复复受魔。他往生当然是上品往生。啊，不敢说上品上生呢，决定在上三辈。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的时候，肯定他是上品。啊，他不是出家人了，他在家了。二凡临终住处，即为魔、邪惑等一切自述明德之往生者，可立之矣。啊，那么这就是总说，啊，凡是净土宗这些历代祖师，啊，这些祖师是被大家公认的。啊，净土宗没有传法，各宗都有传法，啊，一代传一代，有法卷证书传下去，只有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的祖师是明选的，啊，这个老师往生了，后人公认，哎，他可以称为一代祖师。所以都不是活的时候的，死了之后，大家推崇他，哎，他是第几代祖师？所以净宗祖师是明选的，啊，不是一代一代沉船的，不是的，明选的，啊，都是往生之后下一代选举，不是在当代。啊，那么第二代就是唐朝时候，你看，从东晋到唐朝这段时间当中，没有第二个，啊，大家就不选了。哎，唐朝又出现一个善导，啊，他的言行，他的教诲。啊，所教所传的。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或者是《观经》呢，完全相应，大家就说这是这一代祖师。啊，你看每一宗祖师都传了几十代，啊，都五六十代，净土宗才十三代，就十三个。啊，最后这个是民国年间印光大师。啊，大家公认他，他是净宗第十三代祖师。啊，这些祖师往生肯定是上辈。啊，以及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居士、贤护等十六正士，我们这个经上前面讲的，这十六个正士，菩萨全是在家的。啊，这些一切自述明德，他们往生可立志也。啊，我们能够想想，他们肯定都是上辈。啊，这底下介绍，近代刘一敏与庐山圆公同会念佛者，往生在圆公前。啊，在慧远大师之前往生，圆公临终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啊有诸化佛、观音师之左右舍利。啊，这个。慧远大师往生，刘一明跟着佛来迎接。啊，莲社里面先往生的人，通通跟佛来了。
这个记载绝对不是假的，绝对不是骗人的。你看员工临终的时候，方从定起，再入定啊。定中出定，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这真的。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时至左右势力，这见到佛像。我见过一次，不是在定中，是在梦中。79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那一场病就是要往生的，没走得了。确实看到阿弥陀佛身满虚空，那么大的像。我看到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因为讲华严经。讲华严经，我的礼拜，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拜拜本师阿弥陀佛，第三拜是拜本师毗卢遮那佛。拜成习惯了，所以那时候看到。三尊佛都是身满虚空，最后心里就念到南无观世音菩萨，佛像没有了，观音菩萨像现前，也是身满虚空。我只是注意在看佛菩萨像，背后有人在问我话，他问我就答。我没有回过头，没有不知道是什么人，问我很多话，我真的是想往生，跟着佛去，当时想到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所以我就回答说，如果佛菩萨还需要我再住几年，我说也没关系。这样就醒过来了。那个梦不是平常的梦，它太真实了。是在旷野，我躺在草地上，看到面前一重一重的山，很像云南的苍山，一层一层，但是没有海，苍山前面有洱海，没看到海，前面是非常非常广大的草原。看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见佛往生的时候见到佛，又见呢水流光明分摄四肢回诸上下，言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这就是七宝莲池。它的水向上流，向下流。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只向下流，不会向上流。极乐世界的水向上下都流。流的时候有声音，这声音你细听，他们都在讲经说法，讲无常、苦空、无我。佛告圆月。阿弥陀佛告诉慧远大师说，
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你，如后七日当生我苦。你看，七天之前，佛来告诉他，啊，七天之后啊，佛就来接引，啊，又见舍中先化者，啊，莲舍里面先往生的，有佛陀也是，这是印度的一个出家人，啊，也参加这个莲舍，啊，有慧持、慧勇这出家人，刘一民这在家居士。等后头就没有说了，皆在此，啊，都在佛的身边，跟佛一起来接引，啊，前向一愿，啊，连舍这些先往生的人看到慧远大师，都来作揖，都来问讯，啊，说四早发心的。何来之晚？啊，员工建莲舍，啊，召集大家一起修行，发心早啊！怎么你到现这么晚你才到极乐世界呀？他们都先去了，啊，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刘一民。生前三度见佛，事后你看随佛来迎员工，是在居士上品生之又一真理，这真的不假啊！在家居士可以上品上生呐、啊，善导大师讲的话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西方世界三杯九品，完全是为六道凡夫而设立的啊！六道凡夫总在语言不同啊，遇到大凡夫就是上品上生，上辈往生啊，小凡夫。那就是中辈往生啊，卧凡夫才是下辈往生。下辈往生的这些众生都是造作罪业的啊，所以造作罪业不怕，也能往生净土啊。造什么罪业呢？忤逆守恶，极重的罪业，那都要被地狱。啊，你要是遇到善缘，啊，临命终时遇到有人劝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你听了就相信，啊，你就真干，万缘放下真干，一心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你看，现在全世界将近70亿人，70亿人当中多少人能遇到佛法？啊，我想能遇听到佛。知道有佛，大概1/7吧，应该有10亿了，啊，确实有10亿，1/7了。这1/7的人，是闻到也知道有佛法了，啊，真正接触到佛法的，可能又是1/7。啊，7亿人就变成1亿人了。啊，真正接触到佛法。啊，接触到佛法，佛法有真的有假的。
如果切除到假的佛法，那就不起作用了。啊，遇到真的佛法，可能十个人当中一个吧。啊，你慢慢递减，啊，一人就变成1000万人，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千万人，要是遇到净土的，可能又是十分之一，那就变成100万。啊，这100万人当中能够遇到这部经，啊，这个汇集本，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恐怕10万人都不到。你才晓得这个法门之可贵呀。啊，因为这个汇集本是最近才出来的，啊，民国初年才出来的，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那就更近了，啊，这个本子出来大概20多年，不到30年。啊，我们在美国联络上了，本子刚刚写出来。啊，带到美国这个本子是油印印的。啊，那种蜡纸，它是打字的，啊，油印印的。这个我们有经验的。我们经历过这个时代呀，那一张蜡纸能印多少张呢？大概可以印到120-130张，往后就不清楚了，就模糊了。啊，能印得清楚的话，大概120张。那换句话说，它流通只有120部啊。啊，他带了1部到美国去。可能是选到最清楚的，带到美国这一部送给我了。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非常认真看了一遍的，啊，所以让同学跟他联系，请教他老人家有没有版权。没有版权我就印，啊，要有版权那就算了，啊，他回信告诉我没有版权。欢迎翻译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第一次印了10000本啊，精装啊，黄念老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前面还加了我们一起合照的照片啊，非常欢喜啊，啊，这10000本在海外就流通了。啊，现在这个汇集本跟这个注解，啊，我的估计，在这个世间流通，可能已经超过50万册都应该有，至少有50万册，啊，在全世界流通。啊，非常稀有难得。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一段。华严中，善财参53善知识，在家人施居多数啊。真的啊，善财童子53参，出家人只有5个，其他全是在家人，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53位善知识是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行业，啊，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你所接触广大社会，就是53层。啊，参学不容易啊！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弟子，在文殊菩萨会上得到了根本智啊，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文殊会上开悟了，悟后起修啊，没有开悟之前不能离开老师，开悟之后老师就叫你出去，到处去参学，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完全开放了，啊，没有开悟之前不开放，只能在老师旁边，不可以离开老师。啊，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是无知，般若无知，那是明心见性。心地清净到基础啊，一念不生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为什么叫你去参学呢？参学叫后得知，你参学就你就知道无所不知，你接触一接触就知道，一听就知道，一看就知道。啊，他给我们表现这些啊，53参头一个吉祥云比丘，这出家人啊，53参呢只有出家身份只有5个人啊，前面3个就有3个，往后去只有2个。啊，吉祥云比丘修什么呢？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啊，一期90天，波州三昧非常严格，90天不能睡觉，不能躺下来。啊，可以坐，可以站住，可以走动。啊，90天日夜不能离开道场，所以很辛苦啊。普通人受不了啊。啊，那要年轻、精神好、体力好，啊，才能修这个法门。啊，就像闭关一样，有人护持。啊，到时候饮食送给你啊，专念阿弥陀佛啊，他修这个法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那么换一句话说，向他学习。头一个
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你要问善财童子学哪个法门，他就是学不入三昧，修念佛法门。啊，菩萨吉祥人比丘菩萨代表初住，啊，善财是证得初住的地位，才见得到初住菩萨。菩萨给他开示21种念佛法门，21是圆满的数字，它不代表数目字，代表大圆满。啊，是密宗的圆满。啊，华严经的圆满是用十，十代表圆满。啊，数字从1到10，代表大圆满。啊，弥陀经上用7代表圆满，所以它都不是数目字。啊，你要看成数目字就看错了。啊，7是什么意思呢？四方上下。当中，这是圆满的啊，他取这个意思。21门呢，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换一句话，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就这个道理啊，门门都是念佛法门。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一门为主，法门为主，84000法门都是助修，都是帮助的啊。如果是禅宗呢，禅宗这是为主，参禅这是为主，84000法门包括念佛法门都是助啊，主跟助就分开了。啊，如果说我们今天研究教，啊，这也是什么教？研究教的教是第一，念佛禅都是助修，啊，一个主，其他都是伴，都是助修，平等呐。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所以无论对哪个法门都要恭敬，都要尊重。啊，跟自己所修的法门决定是一体，你才能起入。你要分别这个高那个下，就完了。你什么都没学到，不但没学到，你还造罪业，造什么罪？谤佛、谤法、谤僧。那你批评就是毁谤吗？啊，你要是毁谤三宝，那个戒经里面讲的无间地狱罪业，啊，麻烦可大了。啊，你看善财53参，那就代表说无量无边法门，门门都恭敬，门门都赞叹。啊，门门都放下。啊，他离开了，告辞了，那就是放下。哎呀，门门都不能执着。啊，一切法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你全都得到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就53参的表法是代表大圆满。啊，你看最后表的很有意思。第53闻啊，普贤菩萨。啊，善财去参访，普贤菩萨给他说：“10大愿王到归极乐。”这个表法的意思太明显了。头一个念佛法门。吉祥云片，最后一个带他到极乐世界。啊，我是读华严看到这个才相信净土。
文殊普贤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不但自己去，而且还率领着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通通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去，向阿弥陀佛学习。看到这个气象，太伟大了！他不能不服啊！华藏海会就是总一切诸佛的法门，到最后归净土，他表这个意思啊。经中第一法门，无量寿经第一经呢？末法时期修其他的不能成就，不相信你自己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无我？《金刚经》上讲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能不能做到？你做不到，你就无门可入。你真能做到，你才能入门。小乘正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你入门了。这真难呐！这说明在家的实在是多数，出家是少数。佛法是以度在家人为主啊，不是为出家人的。就如同我们世间的学校，出家人身份是老师的身份，教学老师。哪个学校培养老师呢？师范大学培养老师。专门培养老师可是老师毕业分在一切学校里头去教化众生教育一定以社会群众为教化的对象精忠如实。他是以变法界、虚空界、六道苦难众生为教化对象所以菩萨声闻附带的，他们要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迎，并不拒绝统统欢迎所以。莲池海会也无比的庄严无比的殊胜。密宗各句派的祖师是居士，因为祖师是白衣，所以称作白教因为他不是出家人他是在家居士。他是祖师维摩居士乃净所如来示现，也是在家居士。贤护等16正士，正士均是在家菩萨，而且是在家正的等觉菩萨。他的地位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是平等。这16个人为本经菩萨众中之上首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
啊，那净土宗是肯定的，以在家为主。啊，所以这些在家菩萨、等觉菩萨，为本经菩萨众中之上首，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啊，那我们对于佛在经论上常常讲的，出家出有四种，家也有四种。这四种我们得搞清楚啊！啊，家的四种，第一种叫田者之家，就是我们今天讲一般俗家。啊，你有田地，你有房屋，这是你的家了。啊，这是世间人的人家。那佛讲的家还有更重要的意思，第二种是什么呢？六道是家了，轮回是家了。天者之家是小事，轮回之家是大事。再提升，生死是家了，烦恼是家了。佛讲的这四种啊，啊，你能出烦恼的家，能出生死的家，能出六道的家，你真出了。单单出你现在的这个田者之家，你不能够断烦恼，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还在六道搞轮回，没出去啊。家有这四种，那凡夫只懂得出田者之家，出不了六道。啊，小乘人能出见思烦恼之家，证阿罗汉果。啊，超越六道了。啊，生死还没出，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他出了，变异生死他没出，他还有。啊，变异生死在十法界，那十法界也是假了。啊，必须得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十法界的假出了。啊，到十报土，变异生死没有了，你才叫真出生死之假了。那出也有四种。啊，第一种，身出心没出。啊，身出出了，心里还贪念，啊，把什么，把道场当作是我的家。啊，出了你这个小家，现在搞这个大家。啊，心出身没出啊。啊，第二种呢，身出。啊，心出身不出，就是在家居士。啊，心出家了，身还在家。第三种，身心都出。啊，那就是我们祖师大德。啊，释迦如来给我们所实现的，身心都出了。第四种是在家人。身心都不出啊！这是什么？
在家学佛的，心也没出，身也没出。他修什么？顶多修一点福报。不能往生。往生怎么样呢？心出，身不出，决定往生。所以出有四种啊，家有四种啊。这里举的本经啊，在这个续分里面，贤护等十六正士都是在家菩萨作为本经的上首表法所以我们不可以但从出家在家的相上分别就像张家大师早年跟我说的，佛法重圣智啊，不重形式。不要在形式上去分别，要重圣智。本经为上辈也，出家其余。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出家是心出家，心出身不出，为体系夫人。心出家观经上品呢没有说出家维提西夫人是在家的妇女得上品僧五百圣女也是上品僧上品里头有三辈上品上僧上品中僧上品下僧两经并不相违呀。盖维提西夫人已是心出家也。例如，我国南方以米为主食，北方则以面粉为主食，米麦随意呀。但其能作为主食，则也也。用这个来比喻在家出家。是故上品往生，新出家之在家人也能也。这就是在家居士可不可以提升到上品上生？可能。那个出家人，他要身心俱出。才能上品上层在家人是心出身不出以心为主真的心出家了这是上品上层次如观经中上品中中品是出家人无量寿经为在家人也可以，两经合参，一名真舍之意。观无量寿经里面，中上品、中中品这两品，他讲到持戒。持沙弥戒、持比丘戒，这是出家人。所以，三杯九品合起来看，每一个品位里面都有出家人，都有在家人。到底是出家人多，在家人多，那是要看心，完全在心出家，不在乎身。身出不出家是在讲。没有多大的关系，最重要是心出家，身心都出，
是跟社会做一个榜样，做一种表法，用意在此地。为什么呢？一般人这个身家很不容易放下，你做个好样子，让他常常看到你，他都放下了，我为什么没放下？用意在此地，不在别的。这就是《还原观》里面讲的四德，第二条，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叫为义有责。这个样子可以常常启示一般大众。你说在家比较上困难，不是不行，行也行，但出家人很明显，你走出去人一叫一看，他就想到佛，想到佛教啊，就想到佛。阿赖耶识，你看不就种了一个佛的种子吗？不必说话了，一看到形式啊，就让众生种这个善根。那在家怎么样？在家就带一串念珠，让人家一看的时候拿一串念珠，这个人学佛的，这是什么呢？有意无意，时时处处戒引众生，给众生种下一个金刚种子。这个种子虽然这一生当中他得不到利益，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它就起作用。我们今天遇到佛法起作用了，肯发心学了，原因是我们过去生中就有人帮助我们种这个种子，我们这一生起作用我们要懂得了，要报恩我们时时刻刻给别人做种子，让大家阿赖耶里头都有佛法的种子，这附近周边人全都得到了。我们能够把三福六合把它做出来，那个摄受力量就太大了。头一个，我们见任何人不打招呼。为什么？亲切之感。对学佛人这样的慈悲，这样的和睦，他就感染了。正是人家下车的时候，我们一点90度的问讯，感染。他看到我们欢喜。这在外国我们都感动这邻居啊。邻居慢慢熟了嘛，熟了就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聊天，头一句问我们，你们干哪个行业的？你们做哪个行业的？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他很羡慕啊，他们工作累也苦啊。他看到我们一天到晚的会笑，满面笑容，你们很快乐。你们是干哪个行业的？我们就可以教他。我们是学佛的。这什么叫学佛？学佛就学智慧，学觉悟。慢慢他就明白了。
啊，我们也可以问他了。啊，你们要不要福报？啊，福报听不懂。你们要不要财富？要啊。你们要不要快乐？要啊。你们要不要长寿？要啊。嘿，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的。啊，我们都得到了。他一定会以什么方法得到？慢慢慢慢，一步就把他赢过来了。我们的话是真话，没有欺骗的，确确实实嘛，极乐世界快乐嘛。啊，修净土修什么？哎，修财富，啊，修快乐，修健康长寿。啊，不要讲佛学名词，讲佛学名词他不懂。啊，这个他就很好懂。啊，怎样得财富呢？不是，财不是得财富，越施越多啊！啊，法不是得快乐，越施越快乐，啊，无为不是得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你只要好好修这三种布施，三种果报很快就现前。啊，真的不是假的。啊，真肯干、真敢干的人，马上就得福报。啊，搞企业家的都喜欢发财啊！啊，发财到大学念商学院发不了财，为什么？那些商学院那些老师个个都是穷教员，收入很有限。啊，他们也能发财，他怎么能教你发财？哪有这种道理啊？啊，我在澳洲有一次，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大楼，啊，建好了，啊，做一个启用的典礼，校长要我去参加，我跟他两个住在一起，啊，他请了一个美国。这一个学者专家专门研究金融教金融的啊，博士学位很有名的教授啊，来讲演。我跟校长说，我说他说的是假的。校长愣了，他怎么讲？他穷教授他没发财啊，他要是能教做人发财，他应该是亿万富翁才对呀。啊，他每天还要靠这个薪水过日子啊。他没发财，我不相信他的。啊，那校长就愣住了。我说，我懂得发财的道理啊。啊，我真发财啊。那你看，我每一年布施的做这些好事，啊，至少1000万美金，啊，年年是这样。他不如我，我会教，他不会教啊。啊，那校长跟我是好朋友。确确实，这是机会教育嘛？啊，财怎么发的？财是布施的发的呀。他不懂得发财的因呢、啊，用种种手段，那都是你命中有财。你命中没有财，你用什么手段你都得不到，你都发不了财。啊，中国人懂得算命，外国人也懂得。啊，你命里的有没有财库啊？啊，所以佛法给我们讲发财的道理，发财的方法讲得很清楚，真管用。啊，观经里面，中上品、中中品、出家人，无量寿经再讲一个，这是念老让我们念经合参。是故，应善体圣心，这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跟我们讲的，你要懂得它，啊，
懂得它的真正的意思，切莫死之文句。不要执着，读经不要执着文句，听经不要执着言说，舍家弃语，应着重于心出家。无论在家出家，一定是心出家。这次两经呢，并无二致，这样子，这两部经所说的，你就能够圆融，你不会产生矛盾，你会有坚定的信心，不至于产生疑惑，这就对了，所以这个舍家弃语讲了这么多，主要就是怕。经看很多，说法不同，怕产生误会。佛是一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他的意思。开经偈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很要紧，不能把意思错解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